家居安全指南。儿童安全措施。切勿让儿童玩塑料，他可能会把它套在自己的头上或另一个孩子的头上，从而导致窒息。有小孩时，避免使用桌布，他可能会拉下桌布，让桌子上的物品掉下而伤到他们。避免使用婴儿学步车，因它让婴儿在家里的活动范围扩大，可能导致婴儿跌倒，特别是有梯级的家里。使用围栏来防止儿童进入会受伤的地方，如厨房或楼梯。用盖子关闭所有装了水的容器，以防儿童意外溺水。携带小孩时，切勿同时持有乐饮。当你让你的孩子玩玩具时，要小心确保玩具没有锋利的边缘或体积太小，孩子可能会吞下小玩具并窒息。应该选购由无毒材料制成的玩具。